Salmon belly muna tayo ngayon. Yan, no? Salmon belly. Sa Pure Gold ko to nabili. 180 kalahating kilo. Ay, talaga ng neck. Sarap. Maybe sarap tikman, no? Sarap nito, be. Bibing sarap po. Doon po nga si Papa ng... Rang Fuqing jian. Rang ta kan kan ni e du de zui li. Wo shi wei le bao quan ni de mian zi, cai rang ta men dou chu qu de. Ni zhen de you ba wo, yi chang ku lou ji, zhu rang ta men fa wo. Shi me yi zi? Zhu ni yao ding shi wo xian hai de ni. Wo bao ni tui yan yi xia hou mian hui fa sheng shen. Shou xian, 我会让我的丫鬟香巧来为我作证。这份耳环我买了之后，就一直是她帮我收着，我从未碰过。我知道，香巧是你和你母亲的人，所以一定会不遗余力的陷害我。那些香料就是二娘子放进去的，奴婢亲眼所见，你胡扯，血口喷人。香巧，我看你的良心是被狼叼走了，才敢如此污蔑我们家娘子。冤枉啊！奴婢若有半句虚言。 天哪，雷劈！接着，母亲就会借题发挥。灵儿，你有什么不满，冲着我来就行了。这若要是你妹妹，你怎么忍心不顾血缘亲情呢？这难道不就是事实吗？当然不是，因为装着香料的那副耳环是赝品。什么？前几日，我在京城的吉祥楼花了20两银子买了这副耳环。 这等成色、这等价格的耳环，整个店里都不多见，而眼下的这只，做工粗劣，别说20两，就是连1两它都不如。我们的祖母是识货之人，她一看便知。吉祥楼的出品，确实不可能是这种品质。那么问题来了，原本我准备送给你的那副耳环。 被谁换了？你不用再脏香草，它没那个胆子。胆子都是人喂出来的。这段时间，我一直送给香巧好的东西。好的呢？东西喂出来的，自然就是好的东西喂出来的，自然就是好的。我早晚会被撵出去，这份昂贵的耳环迟早会落在母亲手上。那不如留在自己手里。你把人想的也太蠢了。你这套说辞，谁会相信？巧了，就人证。 我原本也没有把握香巧一定会换掉，所以我让童儿一直跟踪她。她果然去找了那个专做赝品的匠人。父亲去问一问，什么都有了。那又怎样？一个贪财的丫鬟，怎么就能说明香料就是她放的呢？自然还有物证啊。香料就在香巧的屋子里，若是不信的话。
我现在告诉父亲，让他去查一查。怎么可能？不是香巧做事，而是这世上只有大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云霜早就嫉妒他了。夫人给的。知道了。我最后警告你一下，不要坏了夫人的好事。你若还记得是我领你进宅的，就不要惹是生非。你领我进宅的又如何？何必总是挂在嘴边？各凭本事罢了。你过得不可以，也赖不着别人。林格里，陷害我这件事，若做成了是香巧的功劳，若做不成，你觉得云霜会不会借此发挥，除掉香巧？原来你一走，就开始挑唆两个丫鬟。我只是在自保，不多一个心眼。弑母杀弟的江离，如今不又加上了弃母害妹的罪名？都这么久了，灵儿到底在做什么？让他们多说会儿话。两个女儿都大了，做又能怎样？既然你推演得这么清楚，为何要单独跟我说？为什么刚才大家在的时候，你不跟他们说？我不想与你为敌，但你也别想赶我走。我回来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再继续骂我，我便不会再算了。我要说的话就这些。至于要不要把陷害人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你自己决定。蝶儿从小在真女堂长大，咱们不熟她的性子，她的心定是好的，但这事儿她未必做得稳当。咱们在这外面站着，心里也放心不下呀。父亲，三妹已经好多了。给我吧，他跟你说什么？娘，你让我出疹子的主意一点也不好。前过去使唤的丫鬟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事就这么了了？是，听说是误会一场。把二丫都给我叫来。是。灵儿见过祖母。今儿祖母这儿熬了梨汤，这就想起你来了。多谢祖母。来，坐这儿喝吧。听说若瑶今儿病了，她母亲为此叫了你去问话，怎么一回事啊？其实没什么大事，就是妹妹身体不舒服。前面的人在传，你起了毒心，送信的贺礼也成了毒物，祖母的心没下。你实话说吧。就是我房里的丫鬟，忙里出了乱子，弄回了我要送给妹妹的贺礼，母亲定会责罚他们。真是懂事的丫头，
受了委屈，更让人心疼。今日我喝了梨汤，还有什么好委屈？我记得你房里头那两个丫鬟是你母亲挑选给你的。张婆婆，你陪李儿去一趟芳菲院。是。错，这是我的主意，你乖乖听话就好。那个女的不在家，这就是我们的天下，咱俩就能为所欲为。张哥、王哥，哎，李哥、赵哥，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是来抓你们的。上。干什么？抓什么？哎，别动！别动！别动！好疼啊！哎，松开，松开！别动！哎，松开，松开！哎，把这两个祸乱宅院的丫鬟拖下去，行家规。啊！哎，张伯伯是不是搞错了？张伯伯，我们是冤枉的呀。对。拖下去。啊！张伯伯，张伯伯！啊！我张哥、王哥，张哥，我们是冤枉。受惊了，老夫人已经吩咐下去，明日会送丫鬟过来，合心意的再留着使唤。多谢祖母，也多谢张婆婆过来跑一趟，进去喝口茶。这还回话去呢，二娘子歇着吧。好。小林，哇，你这长赢得漂亮啊！祖母从来都不会过问家中事务的，这次突然为了你出山了，还帮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料理完了，你使什么法子？是祖母人心善。祖母是什么眼睛？大伯母那些心思啊，祖母就算猜透了也不会说出来的。这次让张婆婆走了一趟，帮你们全部料理干净了，你以后就可以高枕无忧，再也不会被那些拙劣的把戏给伤害了。还得多谢你，我的好堂兄。景睿，或者叫小睿睿也行，反正男人手短嘛。而且你送我的小龟龟，我很喜欢哟。对了，我听说你那个菊花茶特别好喝，快带我尝尝。走。老夫人，那两个丫鬟已经处理好了，明日你去帮着张回眼，挑个明白人送去。是。都长家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放不开手眼？二丫头一无所有的回来，在山又吃得那样苦，对她宽厚一点又能怎样？原白一心在她身上，都是那不行的，我又不能说，不是呢，说原白不好。夫人是聪明人，想必日后会安抚心。借你的经验吧。老夫人怎么忽然问起这件事儿？这老奴也是特别清楚。就听说老夫人突然把门主换去了，还把身边的丫鬟给发坏了，说是要送新人进来的。只是在敲打我。没必要没那点了，把他也那狼深究下去。这说明啊，他不想等夫人。